是，欢迎大家来到呢我们今天的爱乐热气球的现场。然后呢，我是今天待会为大家演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的演出者，我叫庄巧燕。然后刚刚这个一边试音，就是大家如果中间听到我在跟我们的音控老师讲话的话呢，没错，就是你的确听对了。好，那我们呢待会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喜欢的歌，或者是对我来说有意义的歌曲。我刚刚在来演出之前呢，我在大东艺术中心我去看了一个舞台剧，然后它是一个舞台的音乐剧，然后它叫做谁偷走了我的字，然后是我自己乐团的其中一个团员的一个他的其中的作品这样子。那他刚好在讲的是有关于书写障碍跟阅读障碍的一个亲子的剧。然后虽然现在宣传没有什么用了，因为他其实今天是封箱座，就是他今天是最后一场，但我还是觉得就是很适合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我们生而为人这件事情呢，每一个人都是很独特的存在，所以呢要相信你自己很美好，然后不要对自己的与众不同灰心丧志。然后呢，好，等我一下下，我就会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的袖太短了，我先把我弄短一点。好， OK，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呢下面一首歌。我觉得跟我刚刚在看这出剧的时候呢，一直想到这首歌曲，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温暖的歌。Thank you.
却从未放手过，藏在深处的伤口，偶尔还是会隐隐蹉跎，一瞬不变的笑容，就好像从没有难过，对自己放过，或许这才算拥有。分享呢，愿温柔的你的世界温柔以待耶。好的，谢谢大家的掌声，让我很快乐。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呢下面一首歌曲。昨天我在彰化演出，然后呢，昨天的那个活动呢，它是一个就是谢谢。我们有那个今天我要来唱歌之前呢，就有那个之前是澳门的朋友，然后呢，不是之前，现在还是，但是呢，就是他后来回去澳门了，然后呢，不是，过了多久忘记了，反正就是他今天又来看我了，所以呢，我刚看到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高兴。那来跟大家唱一个，这个是我自己写的歌。昨天在彰化的演出呢，它是一个以我自己个人的名义，然后所以是全部的歌都是我自己写的歌。那平常呢，其实我很喜欢写歌，所以呢，我写了很多很多的歌。那未来呢，他们都会有不同的样子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声音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然后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庄乔烟，草头庄，草头乔跟女字旁的烟。那很多人会把我的名字打错，因为呢，就是我都会跟大家说我是荞麦面的荞，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荞麦面应该是没有草字部的。告诉大家，它是个植物，所以呢，它有草字头。好，非常无聊的一个中间过渡。好，接下来这个歌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是我写的歌，我觉得，刚刚抵达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象，因为我刚好来到我们今天这个热气球的活动之前，有收到我的听众朋友他去土耳其玩，然后他拍给我的那个热气球的照片，然后我就看到之后就觉得哇，这Deja vu 的感觉，也不算，就是反正我刚抵达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个热气球，然后就想到我们小世界市集很认真的布置了这一串的很漂亮的布置，然后呢，我就看到那个土耳其的他拍的那个画面，那我就觉得，对，我们可能现在没有办法马上立刻前往土耳其，可是我们可以在今天就是留下一样跟热气球有关系的美好回忆，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浪漫，所以呢，我们来唱一个浪漫的歌，它算浪漫的歌吗？好，我稍微好，就中间有讲到浪漫两个字这样子。那接下来这个歌呢，叫做海，大海的海。然后我最近很少很少唱，我觉得每一次在跟大家阐述一些，比如说关于爱情啊，关于自我啊，或者是关于这种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呢，有时候我都会在想啊，
我们好像很容易都会为了对方，然后想要去改变自己。可是有时候这个改变呢，它不一定完完全全的是，非常心甘情愿的。那每当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思考，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可以直接张开手，然后我就可以用最真实的自我去面对所有爱我的人，那好像就是一件人生中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呢，接下来这个歌，如果你的身边有你很爱的亲朋好友，也请你牢牢握住他们的手，然后谢谢他们在你只是你自己的时候就很爱你。接下来这个歌呢叫做海，大海的海，然后这是我写的歌，在网络上面可以找到它的歌词。如果你想要听懂我在唱什么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搜寻我的名字再加这首歌的歌名。
谢谢 Elena 分享呢，嗨，这是我写的歌，耶，开心。好的，这个每次在小世界市集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快乐，所以呢，都会唱一些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的歌，或者是我自己的歌。那刚刚这首歌呢，在网络上面可以找到一个非常 demo 的版本，那个版本很酷，因为呢。大家如果在 YouTube 上搜寻这首歌的话，会发现这个歌是戴着口罩的。那个时候刚好是疫情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就是在同一个空间工作的人全部都要戴口罩，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很怕被罚钱，所以呢我们连那个录影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全程戴口罩的。我连唱歌，因为都是 one take， 就是现场录的，所以呢唱歌的时候也是戴着口罩唱歌，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会觉得音质有一点点奇特，但我们已经尽量把它减到最低。那这首歌呢，就是有一个机会，未来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样子跟大家分享。好，接下来呢，刚唱了这个《海》这首歌嘛，那我觉得在珍惜当下的这件事情来说呢，有另外一首歌也很合适跟大家一起分享。接下来我们来唱一个，这个是来自莫文蔚的歌，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经典的歌曲。那这个歌呢叫做《忽然之间》，大家应该不知道知不知道，就是九二一大地震这件事情呢，其实在很多创作者来说，他们写歌啊或者是灵感上面的一些想法，有时候会来自于这种即将要失去的当下。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这两位作词的老师，他们在经历了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呢，然后历经，然后感觉到说这个生命好像是很倏忽即逝的，所以呢他们就写下了这样子的一个歌词。所以有时候好像真的就是很放不开的事情，或者是你太容易习惯成自然的事情了，其实他们都不是这么容易能够永远的维持下去的。但是真正需要让我们明白，或者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去珍惜那些当下，其实都是就是每一次发生的那一些美好的种种。那接下来这个歌呢，跟大家分享来自莫文蔚的歌曲，叫做《忽然之间》。Thank you.
家分享呢，忽然之间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就是提醒，要我们要珍惜每一个当下的那种感觉，就是当下呢它很容易就过去了。谢谢。我会记得这个当下，弟弟俯身向前。之前有一次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蛮可爱的事情。有一次有一个演出，然后呢一样是那个小朋友要投大赏箱，然后他投不到嘛，然后我之前的那个大赏箱是一个很大的箱子，然后小朋友直接整个栽进去这样子的。我在唱歌唱到一半，突然目睹那个就是掉下去的现场，然后我就突然就好紧张哦，然后又很好笑，然后我们就唱歌直接歪掉这样子。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下面一首歌，来唱一个这个也是我自己写的歌曲。好，接下来这个歌呢，哎呀对不起，我这个突然给自己制造了一些效果。接下来这首歌呢，在昨天前天的时候呢，我有发了一个小小的片段在我的那个 IG 上面，然后呢大家如果就是想要听哦，对对，我就特别感谢一下这个 Yamaha 赞助了这把漂亮的吉他，然后我这个月都带着它演出。那很多人问就是这个吉他很漂亮嘛，因为我原本的吉他很大一把，那对，反正就是这把漂亮的吉他，想要让大家听他的声音，所以呢我在 IG 上面新上传的那个影片，它是完全没有接任何东西，我就是在现场然后清唱，然后配这把吉他的感觉这样子。那本来也想说要用什么方式去介绍他，但我后来想了一下，对，我就是很喜欢写歌嘛，然后我就用我自己的歌曲去结合这把吉他，然后来推荐给大家。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当你被全世界忘记》。听起来好像很 emo 的一首歌曲，但其实没有，我就是埋了一个小小的伏笔，是当你发现你自己好像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或者是被这个世界的人们啊，或者价值观等等的，就是推着走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好像我们会很容易，不知道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在人群里面，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很迷失，你会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然后我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就是有时候好像真的没有找到一个真正人生的一个自己珍贵的状态的时候，好像就是会很容易这样子觉得。那后来我就在想说，其实光你要走进人群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选项，那以这个为主就好了，其他所有多的呢，你都是充满勇气的人。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跟大家分享，就是所有的一切造就了你，然后在这个当下的你活着，就是你对自己的努力最好的证明。然后这首歌叫做《当你被全世界忘记》。
曾经好像随随便便就满足，却更放下你呢，你呢？当你发现自己心被全世界忘记，请你要记得，不要跟着世界忘记了自己，在你告诉自己心里的那一句没关系，才有的决心带你走过这些岁月。在你告诉自己心里的那一句没关系，才有的决心带你走过这些岁月，给出的那题帮你相信明天一定还有永远永不完的勇气，谢谢雷娜分享。那这首歌叫做《当你被全世界忘记》。好的，这个是我写的歌，虽然现在很 demo， 但是呢，希望未来有一天呢，可以就是用更完整的样子跟大家见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唱下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一首呢，这个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啊。我先来唱另外一首好了，因为我今天来之前有这个听众朋友先点了一个歌，就是最近很红，然后呢，对，我最近其实也蛮常唱的，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也是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
这个也是呢，就是我今天来之前就有听众朋友先预先点好的歌。好的，接下来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下面一首歌曲，谢谢。好，接下来呢，下面一首歌我们来唱一下，这个一样穿插的唱一下呢，我写的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来唱一个，我想一下啊，唱一个也是最近很少唱，然后刚刚也是就是收到讯息，他们想要用这个歌，就有听众朋友想要用这首歌做一个他的宠物的那个纪念的影片，然后他就刚刚有问我这样子。那接下来这个呢，好，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很少很少唱。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七分之一，然后呢七分之一是一首就是我在写关于宠物，就是如果大家有饲养狗狗或猫咪的话，不止啦，就是反正就是所有的宠物呢，他们之于人类的寿命这件事情，可以活的时间其实就是我们的七分之一的岁月，就是如果假设我们可以活到70岁、80岁的话呢，可能你的猫猫狗狗可能就是大概活你的七分之一的这个范围嘛。那有时候在想啊，就是
每次都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可是当真的就是遇到，比如说他们过世啊，或者是他们生病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还是会有一种猝不及防的感觉。那我自己的猫咪在两年前的我生日的前两天，然后就是过世了。那那个时候我也是觉得，哎，我自己好像准备好了，好像不能停下来悲伤这样子，所以呢，我就只给自己一天难过。然后隔天就开始工作这样子，那就是即使到了现在，就是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可是有时候就是真的想到那个当下的时候，都还是会觉得哇，就是为什么生命这么的短暂，然后好像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就很像一场梦一样。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相信如果所有有过失去的朋友们应该都可以明白，也可以了解，就是当你有养猫咪或狗狗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比如说早上他们一定会肚子饿，会叫你起床。我们家的猫只要发现我有任何动静，它就会开始狂喵这样子。那或者是有一些可能狗狗发现你要带它出门了，然后你拿了某一个特定的东西，它就会很聪明的跟到门口去。那像这些本来在拥有的时候觉得很幸福的事情，可是呢，当今天他们离开的那一刻，你就会发现这些所有你已经被制约的行为都让人难过。那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难走出来的一个症状。那网络上面有一些影片啊，就是关于在谈论这种就是宠物离世啊，或者是亲朋好友离世之后的那种创伤症候群。那我就在想，我在看那些影片的时候，我就很认真的在想，就是如果今天是我的话呢，我会想要怎么样。那我就后来很认真的思考，就发现我其实好像也没有想要怎么样，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子，你总是会想要找到一个答案，然后来抚平你那个当下的伤痛。可是答案的本身真的重要吗？我觉得好像也不尽然。那如果答案不重要的话，是不是好像我们如果可以把这份爱，或者是把这个心情，把这个理念，然后用更多更好的方式传达出去的话，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呢？接下来这首歌呢，跟大家分享，就是即使在七分之一的时间之后你会失去，可是呢，在这个七分之一当中的过程里面，我们都是爱着并且被爱的，跟大家分享这首歌。一直提醒我。
相遇的那个街头。分享呢，这首歌叫做《七分之一》，这个是我写的歌。然后呢，目前网络上面YouTube 上面有一个也是很 demo 的版本。那这首歌呢，就是献给所有跟我一样有过失去的朋友们。然后希望呢，我们的有一天的这个好起来呢，它是真真正正有意思，不，真真正正的好起来。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呢下面一首歌。然后接下来下一首歌呢，也是这个，我想一下哦，好像有一个听众朋友有先点播的歌，哎，是不是这一场？我有点忘记了。好，没关系，我们就一样唱，不知道还有没有来。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呢这一首可爱的歌。
分享呢，这个歌叫做《我喜欢你》，来自这个红安妮的可爱的歌曲。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呢，下面这首歌，没有意外的话，下面这首歌应该会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那接下来这个歌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刚好我今天想到一件事情，我之前每次都想讲，但是我每一次都忘记。好，那我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了。最近应该就是大家发现我都就是会穿的比较符合夏天。好，我们要讲得非常的委婉，对，但就是呢，我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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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短裤或短裙，但这个原因呢，除了我自己的容貌焦虑之外，有另外一个原因，其实是因为呢，我的那个左边的大腿上面有一个痣，然后那个痣呢，在小时候就是真的小朋友的时候呢，很常被笑，就是被霸凌，就是他们就会说什么，因为那个痣很大颗，然后大家就会说那个痣很像蟑螂或者很像苍蝇。那小时候就是很担心这件事情被大家知道，所以呢，我很少穿短裤短裙，因为我觉得就是当它露出来的时候，这件事情好像我就会被，就等同于被笑。然后我就在想啊，就是虽然已经过了很久，然后我已经长大了，可是其实这个想法跟这个曾经不舒服的念头，都是会一直环绕在我的心中。我就会开始觉得，今天当我穿一些比如说短裤短裙的时候呢，大家会不会一直盯着他看？然后大家会不会其实都在笑我？然后全世界的人都觉得我很丢脸之类的。因为我常常会心里面有这些无谓的妄想。好，但是就是。很常后来在可能接触音乐啊，然后在比如说每一次跟大家讲一些那种很正向的话，就种种之类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面对自我的过程。我好像看似讲了很多很有用的话，但其实那些话的90%都是我讲给自己听的。那我觉得人呢，其实可能或许也没有这么伟大，就是我们都还是会为了自己去找一些比如说借口啊或者理由。那反正最近呢，就是我开始面对自己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有些人可能身上有很明显的胎记，有些人可能因为受伤的关系会有一些伤疤，可是呢，这些人都很认真，并且呢非常正向的去面对这个世界，或者是面对这个世界的异样眼光。所以我就开始觉得，我就是一颗痣而已，为什么我这么在意？后来我就发现呢，真的好像从头到尾呢，你都没有真正的原谅过自己，其实是没有错的这件事情。那从这个小小的事情呢，就延伸到很多很多现阶段的一些音乐。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有一些议题，有一些就是需要去传达的事情，好像大家都应该内心都非常明了，但其实没有啊。就是包含在活在现在2024年的现代，都还是有很多比如说歧视啊，或者是不被看好的事情呢，不断的在上演。那能够怪罪任何人吗？其实不行，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社会价值，或者是在我们成长的生活的背后，你所累积起来的一些被教导上的观念。所以呢，我就觉得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不管你是任何性别气质的人，不管你的身上有什么样你觉得不容于这个世界的缺陷，或者是不符合这个社会的期待，都希望你告诉自己，现在的你已经够好了，然后你就是最独一无二并且与众不同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接下来这个歌呢，我很喜欢很喜欢，因为我也喜欢男生过，也喜欢女生过。那我觉得于爱这件事情来说，所有的人都是平等而且相同的。玫瑰少年跟大家分享。谁的身体变成一张镜子？
也许是爱你，但是会伤你，多少次重伤，多少次的浪漫，抓住 money dream 是否甜蜜，总是得不到别人。分享的玫瑰少年，来自这个蔡琳的歌曲。好了，今天呢，在这个我们的小世界市集的爱乐热气球活动呢，我的演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然后如果你还不认识我的话呢，我前面有一个打赏箱，前面有两个账号，现在应该是账号，好，下面有两个账号跟我的名字，欢迎大家可以搜寻。对，我叫庄乔烟，草壮庄，草字头的乔跟女字旁的烟。然后呢，在上面可以找到我的原创歌曲跟我的 cover 歌曲。然后我有一个乐团叫做吴桥水，然后呢，就是吴桥水在今年的打狗祭会演出，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买打狗祭的票的话，欢迎。就是没有撞场的话可以来看我这样子的。好，然后这个对，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快快乐乐的。那十月之前我会有一个全新的个人的全创作的单曲发行，然后呢就是大家可以等待一下下，最近已经要进入那个母带的环节了，然后对，大家可以就是到时候收听 ，OK， 好，谢谢大家，我是庄乔烟，我们下次见。